你们好，我是古筝，我的音色优美，音域宽广，听。你们好，我是二胡，我的音色接近人声，情感表现力极高。是马头琴，我有一个雕刻成马头形状的琴柄，是蒙古族拉弦乐器，我的音色深沉粗犷，听。你们好，我是琵琶，也有人称我为明月之王，我的音色清澈明亮。所以也称为竹笛，我的表现力非常丰富，能表现大自然的各种声音。你们好，我叫葫芦丝，是云南少数民族特有的乐器之一，我的外形就是一个葫芦形状，音乐独特优美。叫扬琴，也叫蝴蝶琴，我是一种击弦乐器，音色具有颗粒性